续把圣经打到，继续把圣经打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献的更美，因此神便得了，是吧？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称义的见证，就借着献祭，是不是？先因着信，神指示他献了祭，就得了什么见证？注意再往下看，他虽然死了，注意看啊，得了美好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信主的人死了说不说话？啊，说不说话？信主的人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的灵说不说话？说话，灵活活着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的是什么？肉体是无益。有人说，我死了，我就啥也不知道了，是啥也不知道了。看启示录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，死人说不说话？将来没有肉体了，能不能说话？我告诉你，没有肉体也照样说话，这个话神能听懂，灵也照样说话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神是灵说不说话？说话。只是你听不懂，今天借着文字给你显明出来。那么耶稣基督在未道成肉身以前说不说话？说不说话？说话。说话。道成以后，道成肉身以后说不说话？说话。不说话。他未道成以后，道成肉身说的是神的话，是神自己的一个话语。道成肉身以后说的是谁的话？人的话，对不对？对。说不说话？说话。因为他未道成肉身以前，他就是存在的。那我们这个灵，将来离开肉身以后了，活不活着？活着。活着。叫人活着是的。这肉体要没有灵了，你再掐他不知道什么了，他就不说话了。你再掐这个肉体，肉体不说话，灵说不说话？说话，灵还照样说话。说话的是灵，不是这个肉体，听清楚了吗？人能说话是在乎灵，没有那灵，死人了也长嘴了，也长鼻，也长眼睛，不会看了，也不会闻了，也不会说话了，也不会听了，是不是啊？听清楚吗？我们看第九节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之道，并为做见证之人被杀之人的灵魂。注意看，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，大声喊着，不但会说话，会大声喊着，是不是啊？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为我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不是在说话？是啊，是被杀的人说话。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哪里了？血流，血流淌在地上，说不说话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段经文就讲的，他一定在说话。创世纪里证明亚伯在说话。证明了。创世纪里耶和华，我们不用看那段经文了，耶和华就直接就说该隐，问该隐，你兄弟呢？他说我其实看着我行。耶和华最后说，你兄弟在地里头已经说话，他的声音已经达到我了，我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说不说话？说话。那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说不说话？说话。上帝再给我换一个身体好不好？好。换一个灵性的身体，这身体是殊途的身体，离开这身体照样活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今天是在这身体受限的，就是保罗说什么，我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，我离开肉身得以见主，好的什么无比啊，那是好的无比啊。我们看啊，咱不要说话了，要是说话录上吧。好，再往下看，仍旧说话，这就说明人死了之后了，他的灵魂单独存在，跟不跟肉体在一起照样说话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再看吧，这是因信所产生的结果，因信活着，因信说话，因信肉体没有了，灵还照样活着说话。好，再看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
不至于见死。哦，这是以诺的信。第三点，以诺。第三点啊，我们看以诺一的信。以诺是信在先，活着被提在后，对不对？以诺的信是怎么信的？与神同行多少年了？三百年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确据，因为他信，他才能与神同行。没有与神同行的，证明他不信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若有人信我，就是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信我的人在那里，表明是不是跟从我，是不是啊？这就说明这信是最关键。以诺一个信，以诺的信是怎么信的呢？是先信。第二点，在什么？在同行。先信再同行。历史中间有两个人活着被提的，谁？以诺儿子。你们看谁？以利亚。以利亚。为什么？就是信心太大了，信心太大，上帝不让他尝死味，就叫他进神的国了。未尝死味，直接唰唰就改变了形状，就进神的国了。你喜欢这样的心吗？要不要这样的心？还没等尝了死味之前，耶稣基督曾经就是说了，有人在未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什么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在未尝死味以前就从天降临，人子就降临。你要哪个心？你是要尝死味的心，还是要未尝死味的心？这里面说以诺呀，他是未尝死味的，对不对？他因着信与神同行。第三点是什么？未尝死味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尝到死味呢，进神的国了。未尝死味进神国，进哪？进天堂了，不是进神国，而是进天堂了，被接去了。未尝死味被神接走。哎，提取不在这世上，在世上找不着他了，是不是啊？以利亚也是火车火马把他接去了，以诺也是火车火马。以利亚的信心大不大？以利亚信心有多大？历史中间这个就有信心的人，这样的信心就是人世间找不着的，找不着我们的信心，对不对啊？云彩嘎了这么大，一开始没有云彩，他就信，就趴在那个地方，趴在两膝之间，趴在伏伏那地方求雨。没有雨，他应降，应求降下来雨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干旱，是不是啊？求干旱，求不降雨，神就给他不降雨。那天气随着有信心的人在转动，环境随着有信心的人在转动，这样的信心就正是上帝所悦纳的信心，是不是啊？有信心的人可以用里面看不见的信心影响能看得见的环境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你的信心如同一粒芥子那样大，就拿一座山说都能挪到海里去，就拿一棵桑树来说连根拔起的把自己栽种到海里它还能活着。你的信心要有这么大，桑树是最不容易活的，但你若有信心的把它连根拔出栽种到海里，它也能存活。你信不信呢？信不信？信在哪体验？信是在体验在人以为不能的事情就能的，对不对？人以为完了不能了，不能就能用十字架强盗说，用那个十字架强盗那个眼睛看耶稣死了完了，但用那个有信心的人没死，他是死了还要复活的，还要升到高天，还要临到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个信心关不关键呢？我们信耶稣不是光嘴信，实实在在上帝要叫每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这个信心的工作，要叫你看见神经奇事，对不对？以诺与神同行多长时间？三百年。
凭什么同情的？因着信，他是先信，信在先的，与身同行在后的，是不是？信是你同行的动力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没有信，会不会有这个动力？信是你今天汽车跑那里的那加油那个油，你听清楚吗？没有油，你说我跑，使劲跑，我的车宝马汽车跑得可快，使劲踩油门，里边没有油，你使劲踩吧，跑得再快能怎么样？里边没有油啊，车好不好？好，有没有油呢？没有，能不能跑呢？跑不了。今天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我们的加油站，你从主那里来去支取他所给你的动力，那个动力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信心，对不对？要信不要信呢？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这是古人啊，用古人拿出来叫你看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访问古道，在耶利米书第六章就这么说的，你要访问古道，查验哪一个是善道，要行在其间呢？你要访问一下，为什么把古人所走过那些有信心的人挑出来给你看一看，到底他们是怎么信的，对不对？给后来的世代人成为榜样，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，不是效法他们人怎么样，他们人都是一样的人，以利亚也跟我们有一样的血肉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因着信，他叫天干旱不降雨，三年零六月不降雨，那三年零六月就不降雨，最后又求雨，雨就来了。这个有限的这个大的环境受里边小的环境影响，上帝最喜欢就是这样的人。你里边这个信心，哪怕一点点都能影响周围的环境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巴不得里面有信心，因为神最喜欢人的信心，是不是啊？神在这里都强调信心，对不对？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都强调信心，但有多少人真正的在信心上扎根呢？无论是前面，无论是说献祭的事，无论是说祭物啊、礼物啊、赎罪祭啊，还有账目啊，还有那旧约礼仪啊，那些东西啊，都是把引导以色列人归到哪个地方了？归到哪去了？归到信里，是不是？告诉他们，律法不能救你，你自己的肉体也不能救你。信主不是自信，主救我不是我救我，我救我叫自救，主救我叫被救。你是要在被救里头，还是要自救里头？你自己说的算，行不行？是基督救我，还是我救我？这很关键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在自救中间，还是在被救中间？世人说我就信我自己。那是自救法，佛教说我能靠苦待己身修炼，我要进极乐世界。道教也靠苦待己身，伊斯兰也靠苦待己身，法轮功也靠苦待己身，但这些都是苦待己身，是不是啊？他们都要自己救自己，唯独基督教和其他的信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被救者，基督是救者。救者和被救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信的和被信之间的关系，耶稣基督是被我们信的对象，我们是信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被救的对象，基督是救我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没听清楚？是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自救法，乃是被救，你是选择被救，你是选择自救，你自己来随便。我这几天一直在讲上帝在圣经所说的话语都是一对一对在对比，你选择哪一个，你要哪一个，好不好？信和不信你选哪一个，立功与信主之法你选择哪一个。好，以诺言的信先信再与神同行，下面说未尝死为被神解去了，这是结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了？亚伯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以诺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所有这些信心的人，说拿出来最重要的人物放在圣经里的记载，目的是什么？你来看看他们是怎么信的，他们是怎么讨神喜欢的，
是靠肉体削弱绑臂讨神喜欢，还是凭心讨神喜欢？凭信心讨神喜欢？怎么讨神喜欢？再往下看啊，我们看希伯来书，说以诺因着信第五节被接去，不知见死，和死有没有关系的？以诺的肉体都没有死过，以诺不是肉体没死过，他上帝没有叫他尝死味，他只是改变形状。当然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生活，他肯定是改变了，改变成灵体。在改变的同时，我们希望是改变的，是希望我尝死味，折得够呛的死了，完了之后再从死里复活，哪个好？不尝死味啊，不尝死味，对不对？以诺是这种，就是不见死，就是未尝死味，不见死啊，不见死就是和死都没见过面。有人尝过死味，就跟死就见过面了。尝过什么叫死的滋味？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现在上帝要你的信心，在你用信心跟基督同死就行。你要有大的信心，就叫你不尝死味，就看见神的国来到，就看见耶稣基督降临在他的国里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省事儿了，对不对啊？信主省不省事儿？轻省了。清不清神？神不让你遭罪的，就是直接都看着神的果了。不让你尝哪个味呢？死的味道，就叫你见神的果，好不好？就是把以诺这么一个人物放在这里头，从创世纪往后说，一个一个人物往外拽，凡有信心拽出来一个，拽出来给你看看，来看看，扒拉出来给你看看。你大伙看看这样的人是怎么信的，看他们的信心在哪见到的啊？是在自我身上见到，还是在神身上见到的啊？他怎么是自己救自己，还是主在救他？与神同行表明他跟的是谁？神，跟的神。好，等一下看，这个因是最关键的啊，因是最关键的，人也找不着他，所以在人间找不着他了，人也找不着他，说不见死，人找不着他。今天竟是人找不着你，人找不到他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人要找不到你的时候，这就是说在神国里头，不在人国里头，对不对？人找不到他，人看不见他了，一见死人就看不见他了，这就说明他就没有把那尸首扒着死了扔在地上，而是把那尸首直接改变成为灵体了，提到神国里头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改变的？最后你会知道，咱们改变的时候，主亲自给咱们改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人人都要经历这个，而不是很遥远的就近在眼前，对不对啊？那日子我们肯定不知道，那时辰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要告诉你要承受这个最上帝给你应许最美好的，就是身体得赎这一天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为什么天天吃饼？我们经常吃饼说这是主的身体，是不是确信我现在我没看见，我看见的是这个身体，但确信我里边有一个基督的复活的身体，有没有？有。这就是信心，超越性的信心。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，你怎么说的？阿们。我同意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要替代了我的身体。这是基督的宝血，是为你流出的。看你立下的永约，你怎么说的？阿们！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基督的血成为我的血，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，基督的身体成为我的身体，好不好？这样的信心就是人，就是看不见他了。保罗说：“活着的不再是我的，活着不再是我的是谁？”所以人就看不着他。人能找到你吗？看见你就是看见谁了？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活着就是谁？基督。我死了就是吧？基督的。”这就人就找不着他了，这是奥秘的事，属灵奥秘的事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信呢？像以诺这样信吗？与神同行多少年？
三百年。我们现在能活上三百年吗？一百年都活不上，对不对？几十年、七十年、八十年，活甚至最高90多岁就是高龄了，是不是？90多岁就有点人打晃了，走到临头了；80多岁的人就有点打晃了，就不行了。现在上帝要给你一个超越性的身体，不是打晃的身体，不打晃的身体，永远健壮的身体，好不好啊？他现在直接把他提到天上，没尝到死味就提到天上，这样的信心何等的大！与神同行300年，每一天与神同行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与神同行？什么叫与神同行？主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这叫与神同行。与主同行，主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好，主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你死没死？死了。埋葬了在坟墓里，你埋没埋葬？埋葬。又从死里复活，升到高天，你现在坐没坐在天上？坐着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与神，这就叫与神同行。什么叫与神？主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听清楚了吗？我不是用眼见在哪，不是用肉体在哪，而是我今天信心达到什么程度。主坐到哪里，我就信到哪里，这就叫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他的话语说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这叫与神同行，好不好？用信心跟从，好不好？他埋葬的，我没有肉体，没有经历到他埋葬，但我用信心经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这叫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这个我没讲啊，这个课题我没讲与神同行，以后我都讲与神同行。什么是与神同行？具体与神同行到底什么叫与神同行？有许多弟兄姊妹说，我与神同行，净听人的话，那是与神同行吗？听谁的话？听主的话。跟谁走？跟主走，这叫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的人是把上帝给我的应许用信心接受进来，这叫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基督他埋葬在坟墓里，我也跟他同埋葬坟墓里。基督升到高天得荣耀，我也跟他一同升到高天得荣耀。现在我肉体在地上遭遇任何的困难，任何的艰难，我都不在乎了，这叫与神同行了。因为我在哪了？这不是我，我在哪了？我在天上了。坐在谁的右边？父的右边。你能相信吗？相信。你快不尝抚慰了，这道理你不远了，你和以诺一样的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以诺和以利亚他都是未见死慰，未尝抚慰升天的，有没有例子？有例子。你这就是我们的例，我们的榜样，好不好？注意再看啊，注意再看啊。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这里边确定是神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以先已经什么得了神喜悦他的什么名证了。什么名证呢？就是与神同行的名证。那么现在我是在接去以前得到名证的，还是接去以后再得到名证的？我的信心与神同行是在接续以先就建立的，还是接续以后？接续以先呢、啊、这就说明我的信心是在神成就以前就已经给神做了什么明证了，神就指着我的信心做明证，因为与神同行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与神同行300年，要叫我们同行50年啊，叫我们与神同行50年，咱们能活，比如说活80岁，叫我们同行50年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我今天信耶稣14年了，你那与神同行多年？300年。现在上帝叫你与神同行多年？50年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不难。不难吗？
可能走一年不难，两年不难，三年四年一点点就下就下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一点点就下来了，为什么就下来了呢？没有这动力了，对不对？那动力就减少了，一点点的动力减少了。那打牢那火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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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那机器也不像拖拉机那个声音似的，就不行了。表面里面油少不少了，油少了，一会儿一杆，一会儿一杆，一会儿就断条了，一会儿断条了。所以走一轱辘停一停，走一轱辘停一停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这信心可不可以向上帝要啊？可以的。那有一个人，他的儿子病了，他是不是管上帝要信心呢？对，不是没有信心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他能不能给你创造信心呢？完全能。你信心小可以管神要信心呢，对不对？神可以给你这么大的信心呢。他这样鼓励我们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是不是啊？叫我们有信心的，我们没有信心怎么办？他有啊，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，我管他要，给不给？给。没有信心就等于没有动力了，赶紧上加油站去加油去，好不好？谁是我们的加油站？耶稣是我们的加油站，就上他那里要信心，他肯定给你信心。信心大就能成就一切。那我今天有了信心，我怕什么呢？啊？有了信心怕什么？有信心就是子弹，有了子弹你说怕什么吧？你都没子弹了，和别人家对战，你说非得被别人打死了，你跟那就站着，你说没有子弹了，我趴在那地方，我有的是子弹，你上吧，我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，来吧，你上打吧，就跟你打，我有的是子弹，这样征战就显出他的什么勇敢，这是吧？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，这三百年就成为神指着他。做的明证，我们再看啊，再看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注意看啊，人非有信，在这里夹杂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一句话，谁都会知道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信关不关键？在以诺这个地方夹杂一个人非有信呢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从第四点啊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谁呀、啊？喜悦啊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上帝要有信才能得神的喜悦，信是最关键的基础，我们就在信上打基础，好不好？在信上建立章程啊，一切因信心做成功夫。现在信上，我现在请查一下，看我有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个人有没有那个信心？我们看哥林多的前书，第十三章第五节，你自己醒寒了，到底有没有信心？你这里的信心到底是，那你说无伪的信心、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什么？爱心呢？这三心生出一个爱心。我光强调我要爱呀、啊、爱，全不是信心生出来的爱。这个爱一会儿爱一会儿不爱的，这算不算爱呢？爱是恒久忍耐的，这个有没有这个信心？找到没？第五节，第十三章第五节，你们总要自己醒察，有信心没有？也要自己查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了，就有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你要醒察什么？醒察什么？没有信心。
是不是啊？你要审查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。凡事都是一样的，审查一下有没有信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上帝要挨个试验，看你到底有没有信心，给你点环境，对不对？神给的环境好不好？试验一下，看审查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，给你环境，目的在环境中间试验你信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，都在这听道，听道说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，信不信呢？信，信不信？信。有一天上帝要试验一下，试验什么？用环境来试验一下，是不是？有的可能是弟兄姊妹遇见的环境稍微大一点，有的遇见小一点，无论是大小都是神给你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你在环境里面是否能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？我们那有一个接待的家庭，接待主接待的特别特别好。有一天他家里的三轮，就是在院里三轮大门忘了锁了，三轮就被人推跑了，三轮就是那个电动三轮，值多少钱？烧油那电动三轮都烧多了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反正很破旧一个三轮被人推跑了，推跑了下回他就把教会就从他家赶出去了，就不再接待了。有没有心？没有。没有心。我信耶稣怎么三轮车怎么还丢了呢？我信耶稣为什么神不保守我呢？我信耶稣，我都信他的名了，他为什么还叫我遭遇这事儿呢？我还接待着教会哦，他接待教会，用接待教会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吗？用接待换吗？还是这个恩典是白给的？白给的。他的心智对不对？心智对不对？目的是什么？我到接待教会目的是什么？我三个不丢，是不是啊？我出去卖羊羔，别人卖1000块钱，我就卖2000块钱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不对？别人家一袋大米吃一个月，我一袋大米吃5个月，我就为这事儿，是不是啊？那蚊子就盯别人家的脸上，就不往我脸上落，连落都不落。我多好，那信耶稣信的，你蚊子不往脸上落，苍蝇都不踢我，是不是啊？我家这就屋里一个苍蝇没有。信耶稣是为这事儿吗？不是。圣经说，信的和不信在世上遭遇的一不一样？一样。一样的。不管三轮车丢不丢，和我信耶稣这件事有没有瓜葛？没有瓜葛呀。为什么把这件事和信耶稣不信耶稣有没有丢三轮的呢？有没有？有。还有一家就在我们那个，我在辽宁还没，我都到吉林，都考到吉林之后呢，我听说我家有一个聚会点，那个地方名叫老爷庙。老爷庙，哪个庙？不是宇宙的宙。老爷庙的庙是谁？广字儿。哦，广字儿，你家里有字儿。老爷庙，他这个名字叫他这个名字，不好听的。就上那老爷庙里一家接待，这老头子，他家的老头子，晚上就做个梦，做个什么梦呢？说呀，他家那个。他那个他姥爷的姥爷死了，给他托梦，给他那个老头子托梦，给他接待家的老头托梦，说啊，他缺纸钱了，需要给烧这个纸钱。哎，第二天就烧纸去了，就烧纸钱，就给送纸钱去了。送纸钱去了，那弟兄姊妹就正好在他家呀，在他家聚会呀，就把弟兄姊妹赶出去。我姥爷给我托梦了，说他还阴间烧纸钱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神，有什么神还阴间烧纸钱？还有阴间呢，阴间烧纸钱，我得给我姥爷烧纸去，是吧？教会就赶出去了。信没信？这个是不是他的试炼啊？是不是啊？他真信了吗？
真的信了吗？这事件成没成功？谁成功了？魔鬼最托梦者是谁？魔鬼给这家托梦，托完梦了，完了之后就把这一家的这个教会就散了，后来就解散了。这个教会你说是不是主的教会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上回我在讲了，我讲的一个那个姊妹可有爱心了，你上哪去他都去，去探望弟兄姊妹他去，火热的心特别大，比弟兄姊妹火热的心还大。一说有到上哪探望弟兄姊妹，我去，骑着自行车去，蹬着自行车跑，很远的路程他也能跑。有一天上市场买土豆子，就用一个单的方便袋装完土豆子，挂在那车把上，往回蹬着走到一蹲，一个坑一蹲，啪断了，土豆啪撒的满道都是，轱辘是满道都是。他边跑的是捡的土豆子，边捡边说：“我以后我也不信了呢，我信耶稣，我土豆子怎么轱辘满地呢？神都不保守我呢。”这件事怨主是怨他。不信耶稣的人用一个方便袋出去买土豆的，能不能撒了？能不能就方便袋断了？能不能？信耶稣，这些耶稣都赶不上他家的大土豆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家，他家的栽的地瓜，那地瓜刚好都被别人家猪进去拱光了，别家直接边拱边吃，边拱边吃。别人家那土豆的那个地瓜地都没拱，就把他给拱了，拱了回头他还不信了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心，这是信吗？是真信假信？假信。假信的人早晚有一天他会倒塌的。假信的人都在哪儿见到？信耶稣就是为肉体好处，肉体只要没得好处他不信了。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，一旦吃得好，不穿得好，不吃得好，不穿得好，不住得好，没有汽车，没有洋房，完事儿，神假的，啊？耶稣基督在世上有什么了？啊？保罗有什么了？彼得有什么了？以利亚有什么了？以利沙有什么了？是不是那些众使徒、众先知，他都有什么了？我们会讲到最后的十一章那里边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皮、三顶布靴、不没有的人，那些都有什么了？信耶稣难道就在建立在眼睛所能看见的吗？我们要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。信耶稣就是为肉体吗？还有的人，你就都蹊跷，都去信蹊跷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吗？那姊妹说你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叫那弟兄姊妹有爱心，等我死了那天了，弟兄姊妹好给我办葬礼。你看没看见？这目的纯不纯？我在世上也没有什么亲属。我就信耶稣，就为我死了死，等弟兄姊妹给我办葬礼。这脑袋有没有问题？这脑袋真是有问题吗？有没有这样信的？啊，目的信耶稣的目的明不明确？明确了吗？上教会得多交几个朋友，只要这样朋友没交，上教会交几个朋友，等死了时候他们好给我送葬，就这个目的。我们是这个目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这个目的的。耶稣来了不是要叫弟兄教会弟兄怎么多给你送葬的，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的。你没有生命，你那肉体死了送不送葬，叫狗吃了都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就为肉体啊？这个信仰纯不纯正啊？根本没在信上建立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上帝就喜欢信的人，是不是？那雅各说不说信心得有行为啊？是啊，信心得有行为啊。犹太人的信心他需要有行为啊，我们的信心因信就能产生出行为啊，
他那个西信就信神，不信耶稣啊，没有中保，他哪来行为？没有中保，没洗罪，哪来行为？就把雅各书呢，信心没有行为啊，死家强了没行为，什么借什么天国呀？他行什么善事还进天国呢？天国可不要死家强的。说这话的人，他的脑袋都有问题。耶稣说没说十字架强盗进天国？啊，进没进去？进去了。十字架强盗有没有行为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行为。他有什么？他有信心，他有信心，愿意和基督同死，是不是行为？是，就是行为了。他说说什么了？我所做的和我所受相，我的肉体做了杀人当强盗了，我定十字架应当的。但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的灵魂。耶稣基督说：“不等德国降临，今日你跟我一同在乐园里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”对。十字架强盗信对了。现在有多少人信的是给这个是信的？十字架强盗是给心灵信的，不是给这个信的。这个定十字架应当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真正像十字架强盗这样信的也行啊。但十字架强盗这个信心大不大呀？大呀。有吗？现在有很多人呢，根本就是为肉体信的，信耶稣不是为得生命，反正我得肉体拿好处完事了，得点汽车，得点洋房，混点什么营生就是完事了。我们要像他们的，我告诉你就比他们更可怜了。不是信，我们不是追求那些人，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注意看啊，上帝就借着信心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要查验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信，你要没有信心，你就向主要信心。好，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是第五点，到神面前的人先信有神，信有神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一，且信有神，到神面前的人就相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了什么？且信什么？赏赐了寻求他的人。你相不相信？我不单相信有神，而且神能赏赐了寻求他的人。且信那赏赐，且信，且信那赏赐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赏赐什么样的人？那寻求他的人，寻没寻求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这句话，且信他赏赐的，赏赐的，且信神能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，是不是？且信神赏赐谁呢？赏赐寻求他。你信不信神不见我？你我不单信神，我还相信神能赏赐我。嗯，信嗯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两个信放在一起？本于信，且信有神，并且信神能赏赐我。我信有神得生命，我信他赏赐我，我就得荣耀，得冠冕，得奖赏，是不是这么信的？这叫本于信，以至于什么？信，你是不是这么信的？所以上帝喜欢这样的信，不但信有神，而且信神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借着耶稣基督来寻求。寻求神的人，我相信他能赏赐我这个寻求的人。谁寻求？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什么？开门。从来都不想明白的人，上帝肯定不叫你明白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从来不想明白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就能稀里糊涂信，过春秋就行。有没有稀里糊涂信的人？啊？有没有稀里糊涂信的人？教会能不能找到稀里糊涂信的人？一抓就一把呀，不信你看上教会里一掏就一把。有信的不信，没有几乎寥寥无几。
找一找，有多少个女性啊？一个家里就卧着就出现一个亚伯拉罕，领着一家出来；一个手的马就出来一个罗德，领他一家出来；一个传世纪里上条洪水毁灭的时代就出现挪亚一家八口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？耶稣说招上多，选上什么？少，都在哪里头了？都在这里头了，没在这里呀、啊。上帝要的是信心，但多半在这里头的人多，在信心里面特别特别少的，几乎是在肉体里面特别特别少，几乎就是在肉体里特别多，几乎就是都在一百个人，其中就得九十九个在肉体里，对不对？环境一来到都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这里边上帝喜悦的是心，神就喜悦心，因为信就能建立所有的章程，因为信就能建立所有的工程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信就能做成所有的事情，你说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。而人相反，恰恰相反的时候呢，不追求信，直接就要求结果，要求我要做点什么，要求我要做什么善事，要求我这是错误的。你什么叫信？我不仅仅我相信有神，我相信神在赏赐我，我寻求他，他赏赐我，对不对？而不是相信我今天我能做什么，你什么也不能做，离开信你就什么也不能做，离开主耶稣基督你什么也不能做，你的做全是在信的里面才能做，不在信的里面你别想做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看啊，再往下看，挪亚也是信，这又出来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是谁呢？挪亚，挪亚也是信，挪亚是历史中间的，是不是？历史中间的一个最有名的人，挪亚，谁都知道挪亚，小孩都知道，现在书上教科书上都知道挪亚这个人，可能是以诺人都不注重，但挪亚造方舟这件事情都有记载，在哪里头？就是山海经里就有挪亚造方舟这件事，是不是啊？中国的那古书上就记载了挪亚，挪亚这个名字想不想？这个名字挪亚的信，挪亚的信，哎，因信第二蒙神指示，第二是动了敬畏的心，对不对？动敬畏的心，第三蒙神指示，蒙神指示下来干什么？造方舟，是不是？注意看这段经文啊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，什么？未见的事，就动了什么？敬畏的心，蒙神指示。挪亚因着信，就蒙神指示啊。第二是蒙神指示，第三是动敬畏的心。蒙神指示动敬畏的心，这敬畏的心是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神为什么指示他？因为他信。神指示什么样人呢？指示信的人，好不好？神就告诉他了，再过120年，我就要降洪水在地上。这句话，我要把全世界凡有血气的人从地上全部除灭。你造一只方舟，你的全家以及动物的鱼种都要在你那里保存性命，耶和华就这么指示他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信不信？信。
叫挪亚往外传一道，挪亚你出去把这道向众人传，挪亚就开始传一道了。在彼得前书是不是挪亚传一道的？是不是啊？挪亚就往外传，传啊就往外传，他有多少人信的？有没有信的？挪亚算方中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今天的，是不是啊？做成救恩，对不对？指向基督做成这个救恩，接着我们再往外传。信的人多是不信的人多？十万个中间能找出一个不？啊？一万个中间能不能找出一个？一万个人中间能不能找出一个？那你们看你现在这个整个村，这整个这个前后这个村，咱们这是好几个村，包括盐城咱们的都在这里头，有多少人？挪亚的时代有多少人？八个人。那难道说挪亚不会传吗？没有方法吗？用点方法，用点什么吸引，把他们都吸引到方舟里，不就完了吗？挪亚有没有用方法？没有。挪亚就造方舟，实话实说，说再过120年以后啊，耶和华就要降水，降洪水在这地上，地上所有凡有血气的人呢，都要被淹死，都要从这世界被除灭，因为神已经跟我说话，亲自封老头了，没事干着呢，哪来的说话？大白天大晴天哪来雨？是不是不信呐？毁谤、讥诮、辱骂这样的事情都屡见不鲜的，会对挪亚产生在造方舟的时候产生压力。这个老头疯了，造那么大方舟干什么呢？啊，那么长、那么宽、那么高的大方舟干什么？能有洪水吗？是不是都不信呐？根本就不信。但挪亚尽管他们不信，他继续在造，造完了人不进去，牲畜进去，是不是啊？牲畜把那个方舟填满了，而人却没有进到那方舟里，可不可怜呢？挪亚因着信，蒙神指示，造这一只方舟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信，神就不指示他。这时候他神一指示他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这只方舟，而且是神指示他预备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下面那些都没有。他们一家也不能得救，他得救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呢？信心的基础。那我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神吗？也因着什么？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什么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为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信，我们的得救是建在信的基础上。挪亚进方舟也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，他们造方舟就能进去方舟，从来都不造方舟的。这个造方舟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方舟上的一块。方舟预表基督的身体，那是预表主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灵宫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块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灵，对不对？是活石，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。上帝都要把我们建造在上面。真正的信的人，他就把自己建造在基督的身体上，和身体就分家了。就是信也可，不信也行，啷当啷当信就行啊。嗯，你这样信不行，你怎么信呢？就像挪亚这么认认真真，神是灵。你看那老头呢？挪亚是老头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造方舟的？他500岁生闪寒雅福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老头就造方舟，把神的话当信实，像小孩似的。上帝叫我造我就造，上帝要我外边里边怎么造，用戈壁木我就砍戈壁木，是不是？就像小孩子，就单纯的这样的，上帝喜悦，好不好？神说这句话，神说什么呢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你就单纯的信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一人既替众人死了，众人就都死了，你就单纯信，行不行？行。这就见证了，我和基督同死了，也同埋葬，同复活了，就这么单纯的信，这就跟挪亚造方舟一模一样。你总在那里头总，我认为我觉得呢，那个方舟啊，那都是人编造出来的。你看你不相信，挪亚方舟都造出来的，
告诉你，你都不相信，信不信呢？耶稣做成了救恩，升到高天了，在那等着我们进天国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拯救那些圣洁的人、无罪的人进天国，听懂了吗？与罪无关的人将来跟耶稣同进天国，听清楚了吗？与罪有关的人等不下地狱吧。耶稣再来是除灭罪人，头一次来是拯救罪人灭罪义人，第二次来是拯救义人灭绝罪人，你信不信呢？你今天就预备好，是等明天再预备好。他预备方舟，我们预备信心，行不行？你有没有这样信心？耶稣再来有没有我的份？我敢不敢肯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被拯救到天国，身体得赎的里头其中就有我一个，将来在千禧年做王一千年的时候，在地上做王也有我一个，你敢不敢肯定？那你敢肯定是在今现在就预备，是将来预备？是现在就预备，别等将来，等将来就完了，听清楚了吗？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外面不入地在看，不入地在听啊，是不是啊？就不断地看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就是不断地在看看看，我要明白，我要知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蒙神指示的人，他里边根本就是浑浊的；蒙神指示的人，里边马上怎么样？他预备方舟，这只方舟也是上帝指示的，按照上帝所给的尺码造成的方舟，对不对呀？不是我他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，不是这样的。以挪亚这个造方舟为基督的身体，预表耶稣基督今天这个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被共建在基督的一个身体上，我们是有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都是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，对不对？一块割肥木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建造在身上的一个灵石头、灵磐石，对不对？建造在基督身上的一块上帝所拣选的这一块活石，信不信呢？你得往上建呢。上回我们讲不可停止聚会，你说我今天我来聚一聚，明天我就不来了。因为我这个就听也行，不听也可着，是不是？就像什么事，我最近这段时间吃饭都是这样，吃也行，不吃也可着，吃也行，不吃也可的，证明饿不饿？饿不饿呀？是不是不饿？那听到听也行，不听也可，你说这个人饿不饿？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什么？他根本不想，里面根本不想听到，所以他来了呢，也只是应吧，我这只是应不应不，我在这坐一会儿，听不进去，对不对？讲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听不进去。属灵的事情很不容易明白。这一段是这几天我讲这个希伯来书很多的属灵的亮光，有的弟兄怎么一下被光照了，一下里面就亮了。有的弟兄，有的来了听走了，和我没有关系，和你有没有关系？耶稣做成的救恩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他预备方舟，我们预备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挪亚造方舟往一起，把戈壁木往一起凑成一个方舟，建造成一个方舟。那我们今天就去传福音，做见证，叫众多的人都归到基督的身体上来。这是不是造方舟？是的，它是影子，我们就是实体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能够往外传？就是因为我们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，就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这方舟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不是啊？去等候挪亚，去等候将来那个大洪水来到，多少年呢？神跟他说话的时候多少年？还有多少年呢？120，要等候120年以后啊！他这个方舟就一直在在建，那个时候的工具，造方舟的工具可以说是特别简陋的，
不像现在，里边抹的松香，哪像现在的？现在造一个远洋货轮，容不容易啊？全用铁造的，那个时候就用戈壁木造的。那用戈壁木造，里外抹上松香，那个木头，是不是大洪水来了，那大浪滔天的？最后那个那方舟要经过了那洪水的试炼，你这方舟造的好坏，要经过洪水的试炼，能不能把它散架子？能不能把它抛散架子？是不是啊？那你今天的信仰在洪水中间，能不能给你抛船架子？能不能？洪水代表环境，对不对？环境来了，能不能把你的信仰给冲垮？你这信仰能不能救了你？你所造的方舟能不能救你？对不对？你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，还是建立在你身上？既蒙神指示，神指示你的，还是你自己心想的？有的人跟自己给自己悟出一条路，悟出一条什么路呢？行善积德的路。行善积德能不能进天国？能不能？现在挪亚造出方舟，你进不进？对不对？进不进？进方舟里的不被淹死，不进方舟里大洪水灌你，把你肚子灌得饱饱，这么大的肚子。他不看你在，你看你行不行什么好事，就这方舟在这，你进不进去？信的人往方舟里进，不信的人干脆就拒绝进方舟。进方舟，不进方舟的人在外面假装装好人，我要做点好事。那你说大洪水来了，淹不淹他？普世性的大洪水淹不淹他？将来普世性的灾难，众山岭海岛全部挪移位置，对不对？普世性的灾难挪哪跑？瘟疫、地震、饥荒、战争，在马太福音24章里讲的特别清楚，而且启示录讲的特别清楚。七的过去一半马上就是灾难出现了，这灾难一出现，你能往哪跑？星星往地球上砸，是不是？石头、野石往地球上砸，天上往下掉火，往下掉雪，哪个掉血？血液的血，掉这个，掉什么？石头，掉星星。往地上砸，将来这灾难要来到的时候是普世性的，不是我往哪躲的问题，哪都躲不了。山岭海岛地震震了好几十级的地震，山岭海岛全部都挪移位置，往哪逃？你说那时候啊，我在信呗，傻不傻呀？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你要一旦活不到那个时候，就今天在这个世上就死了，你是不是就亏了本了？今天就需要信，你要像挪亚方舟一样，挪亚造完方舟就等候人往你进，谁往你进谁就得着，谁不往你进谁就不得着。进方舟是唯一的途径，这一个门打开了七天，七天代表完全的数字，对不对？是给外方人打开七天。那么这里头有洁净的动物，有不洁净的动物都进方舟了，方舟门咔嚓一关，过了七天就一关，关证明洪水要来了，是不是？神从外面把方舟咔嚓一关，这个水越挤越大，这个方舟这个门是越挤越紧，越挤越紧，只有在方板上面留一个什么口啊？透光口。这方舟我画的有点太小了，方舟多少米啊？将近200米长，是不是啊？几层？三层，对不对？动物都在进方舟里头，都在在方舟里保存性。那个方舟就像一叶扁舟在那，在整个的地球上，它就像一叶扁舟飘呀飘呀飘呀，就飘呀多少天了，啊，就在那飘，人就在那里头。这个时候，就信仰的工程就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。挪亚经因为提前了120年建造了工程，我们今天是多少？什么时候建造工程？哪个时候建造？是现在就建造，再等以后的。这工程是信仰的工程，现在就得建造，别等到明天再说。明天的日子不会再多的，每个人明天的日子都不能再多。你别等到那个时候啊！造方舟从现在就开始，挪亚的他的儿子们和儿媳妇们以及他的妻子都得参与这场造方舟里，没有一个不参与的。不管谁怎么说，挪亚疯老头啊，你为什么大晴天天天怎么有大洪水要临到这个世界？哪来大洪水呢？
不管谁怎么说，你坚定不移，因为你已经得了神的指示了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得不得神的指示？得没得？得了。神怎么说的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他的人罪已经什么？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，就被定罪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在这里头呢，在方舟里的人，不管洁净不洁净，进方舟的就保全生命，对不对？在方舟以外，不管洁净不洁净，都得淹死。那时候那分体倒教的，倒教不分体的，倒教不分体，还有倒教也分体的，那是洁净动物，对不对？洁净动物分多少？七公七母，不洁净动物一公一母进去了，人们外邦人也得救了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进方舟里的就是得救的，只要在方舟外就是灭亡的，听清楚了吗？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信耶稣基督，进到基督耶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，只要在基督以外罪已经定了，听清楚了吗？听不听清楚？在哪里不被定罪的？怎么不定罪的？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我才不被定罪的。已经脱离了大污水了。你现在是在方舟里，是在方舟外？在基督里，是在基督外？挪亚正因为他看见造的方舟分三层道，他就知道这个。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提前知道，这方舟就是预表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做成的救恩，基督做成的救恩，对不对？基督把这救恩做成了，就等候人再进呐、啊。等候你，这表明今天耶稣基督把这救恩做没做成？做成了，等候人来信呐、啊。方舟做造没造成？等候人来进了，进没进？不进。耶稣救恩做没做成？等候人来信，是不是啊？用有形的方舟来预表无形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凭据啊，明证啊，对不对？神只是他造一座方舟，他就造，他就造了，从来没有怀疑。主啊，能有洪水吗？挪亚有没有这么去怀疑？不会怀疑的、过去那个时代，人和神直接可以对话，直接可以这么见面。今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跟我们直接说话，对不对？听清楚吗？借着圣经的话不住在跟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没有主指示的人，你的信仰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因着信，上帝都在指示你一件事，不管你是谁，是不是？对救恩都是清清楚楚的，别的可能是我们都可以忽略一点，但救恩不能忽略，行不行？你好了，我坏了；你穿得好，我穿得坏；你吃得好，我吃得不好，这都无所谓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得得到救恩，这救恩就抓到手，好不好？这最聪明的，你丢掉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你可能就有个买卖，你没做成，一下失去的机会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抓一个奖券，你没抓着，叫别人把那个一等奖给你抓住。完了，后悔，咬牙后悔。那你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没有得到救恩的人，咬不咬牙？啊，是咬牙后悔的。好，再往下看啊。注意看啊，神指示他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。他未见的事，就是没有看见的事，他就相信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就定了那世代的有诚意的就要定在世代人的罪呀、啊。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诚意了，就要定在世代人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什么？挪亚的义从哪来的呢？信心啊。
第四点是预备方舟，预备一只方舟，为什么要一只呢？救恩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，方舟预表基督身体，所以预备了一只方舟，就是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下面是什么？第五点是使全家得救。全家得救啊！第六点是因信，又称什么？成义。挪亚是奉信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不看呢？是全家得救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不是预备两只。亚伯预备一只羊羔。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他们都没有多呀，都是一只，就是一个。这就表明他相信那个该隐他现在是许多的，但亚伯现在是一个，挪亚现在几个？一个。表明这个救法是独一的，独一无二的。基督献上这个身体也是独一无二的，对不对？看清楚了吗？好，再往下看啊。再往下看啊，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。我们看第五点是亚伯拉罕的信，亚伯亚伯拉罕怎么信的？第一点是蒙召的信，对不对？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，他一招就出去了。蒙召就遵命，出去，往哪出？第一个是蒙召，这时候就遵命出去。神从哪地方召的亚伯拉罕？是不是家里比的乌尔？啊，从家里比的乌尔一召他，他就出来了。遵命往哪出？出去了。当然了，他出去的时候走的方向。被他父亲带到哪去了？哈兰，哈兰的西北角去了。上帝召他从迦南地的乌尔出来，往哪去？往迦南地区。他往哪去了？他往那么去。但他是否是出去的？他父亲把他带错路了，肉体的父亲把他带错路了。今天属肉体的都能把你带错路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要听着属肉体的话，都能把你带错路。他在肉体里活着的人，你一听他的话，你肯定走错路，信不信？不管是工人，不管是什么传道人，他只要在肉体里活着，他一下子就把你带错路，都你带到肉体。有没有这样传道人告诉你，信耶稣啊，信耶稣就是肉体得好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信耶稣你求什么？你要没有轿车，你上别人家轿车所安排的轿车上就得着了，得什么？得轿车。得什么？得肉体好。你要看那大楼房，你要看那，你看上眼了，你就把手按在大楼房祷告，主就给你了。因为主应许说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了。他把这个属灵这个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变成什么了？变成肉体的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是不是啊？那里边他就不看儿子求鱼，哪个儿子？儿子求鱼给他什么？不能给他毒蛇，求饼不能给他石头。他往哪想啊？他往这想，求哪？耶稣怎么说的？保罗怎么说的？保罗只在今生求今生的好处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所求的不是眼睛看见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从主那里得到的。他就那么教导，就一点点教导。这个亚伯拉罕，他的属灵的，这个属肉体的父亲，属灵的父亲呼召出来，属肉体的父亲把他领错路的，
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他拉把他领哪去的？哈兰去了，在那地方住了多少年？十年。亚伯拉罕信不信呢？信。领不领？走没走错路啊？错了。谁领的？肯定领的。最后上帝叫他父亲死了，他又重新的在加勒底乌尔又呼召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重新从加勒底乌尔往哪去？往迦南地区，这是需要有个拐弯的地方。本来越过大河直接就可以进迦南地，没有去，他就一下拐弯，拐到那哈兰去，搁哈兰西北角那就又往迦南地区，费不费心呢？费不费心？所以亚伯拉罕这蒙召的时候，注意看啊，就遵命出去。今天从哪出去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对不对？离开，这是很难很难的。亚伯拉罕是离开，一开始是离开的。我们注意看，第一，我们看《创世纪》《创世纪》啊，我们先看十二章一节。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、王国和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他；那咒诅他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。亚伯拉罕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多少岁啊？年多少岁？其实这个地方他是说哈兰，在使徒行传里说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被招的，从加勒底的乌尔被招出来，是不是？神这个话是在哪说的呢？招他的时候是在加勒底的乌尔说的，但在这个地方呢，他是从哈兰再次呼召他。神不愿意带谁呢？不愿意他跟他的父亲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神不愿意叫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在一起，跟肉身的父亲在一起，也不要亲族跟着他走。但这么多亲族跟不跟？罗德跟着，亚伯拉罕的父亲跟不跟？也跟着。最后神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本地本族夫家，本地要离开，本族也要离开，夫家要离开。最初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，但是夫家和本族带不带出来？带不带？是不是带出来了？跟着一起走。这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不知道往哪去呢？这个时候他还迷茫呢，他父亲把他带错了。出去的时候就凭着还不知道往哪去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他父亲把他领错路了，就领到哪去了呢？我们再看，再看啊，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啊，注意看啊，第十章，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一章第十。不是三十一节，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啊，从还是从第八第九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。那个是第八节，这还是第八节啊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，这方向感好不好？这时候清不清楚上帝要把他往哪带？还不清楚呢，就随着那个感动就往前走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呢。家里的乌尔好不好啊？乌尔好不好？家里的乌尔啊，啊，不是这个儿，
这个耳朵边家里有雾儿好不好？什么棒？当时在家里的雾儿是八比文场，属于八比文那个地界，家里的雾儿是在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地方，最繁华，但是偶像发源地，他父亲就是造偶像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在那个地方，在家里的雾儿可以说是定居了，神把他招出来，叫他过着什么什么生活了？现在他是过着什么？漂泊的生活，流浪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就开始流浪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样的生活你干不干？在这地方定居的，招出来漂泊流浪的。神今天招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原本是在那地方定居的，他们招出来流浪了，到处在传道，有没有流浪？啊？现在就是流浪的，流浪的是。所以从由定居到流浪，这是一个第一步的信心的开始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兰塞的地方好不好？啊，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好不好？好啊。但上帝把以色列招出来，在旷野中间漂流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不好？这个时候才展现你的信心。神就把你从那个安逸的环境上捞出来，叫你就过流浪的生活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再看出你的信心来。你信心从哪体现出来？亚伯拉罕今天他不是没有，不是贫穷上帝呼召他的，他是特别有的，有没有？骆驼驴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仆婢什么都有，但上帝把他招出来，他是个贵族家庭的，他不是一个很贫贱的家庭，贵族家庭把他招出来，来来，你出来，来出来，我招你出来，你信不信？亚伯拉罕有没有说，我得考虑考虑我的家呀，你叫我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我将来上哪去生活呢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放下就走。我们看耶稣基督招门徒的时候，呼召彼得跟我来，彼得有没有说，我得带着网啊，我走到哪个地方，我就我好这打一网啊，好赚点钱呐、啊。亚历马太是不是啊？写马太，我马太那个是那个就是马太福音，那里那个马太，是不是啊？圣经马太，耶稣呼召他说他在干什么？熟睡呢。耶稣说跟我来，他把大门撂下来，他不走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动力。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，他不由自主的，他马上就跟你走，但出来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才体现出他的信心。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走的，我一开始也是，上帝就起来，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这么说，就是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人又赚在全世界赔上生命了。那时候我对神还不熟呢，我就到处在找这段经文，找了好半天，哦，终于哦，原来在这呢。放下你手上的，人又赚的全世界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后来我一进厨房里，主又给我一句话，主给我什么？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能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也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能来偷。我知道这两句话是从神来的。第一句话是在未信主的时候，主给我的一句话，说你上小多人那里去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第三，一共这三句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亚伯拉罕这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一开始，但你越走越走就清楚了，就只是你迦南地的地方，就迦南地。我们是哪个地方？天堂，对不对？只是亚伯拉罕是哪？迦南地，只是我们是哪？天堂，好不好？最后告诉亚伯拉罕进了迦南，要纵横走遍之地。上帝就把最好的一纵一横是什么？是这样，就纵横走遍这地呀、啊，我就把这地赐给你为业呀。这就漠视的，就暗示了亚伯拉罕，这是基督定十字架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纵横走遍这，这叫与主同行啊。最后他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迦南地就是安息之地吧，把我带进安息之地，然后我在这安息之地里头，我的后裔要在这里头遍满地面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不是应许？这应许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招出来的时候，还是过流浪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，而且成就了。听清楚了吗？
今天到这里，我们闭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爱你自己的儿女，用你自己最好的粮食喂养我们，用你那纯净的灵奶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你从天上来的供给。因为从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今天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你并不监察，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使我们今天回到基督面前，使我们完全接受基督所 做成的救恩。因为唯独信的人，主才能够与他同在，信的人神才能指示他。因为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也要在信上得美好的证据。主，今天你差遣我们，就是要叫我们在信上建立章程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。因为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先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些信心的伟人摆在我们面前，他们的信就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。求你叫我们效法他们的信，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，走你所当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因为这条路还很遥远，我们要不单要得救，而且要得荣耀、得奖赏、得冠冕，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。主，我们要有更美的复活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借着这条路我们进入幔内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恩待了这里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这道必能存在我心中，应允我的祷告。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的天上阿爸父神。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